整个台湾呢，到了十二月的时候，就装点得非常非常的美丽，就让大家觉得哇，上帝的恩典真的跟这个国家同在，跟这个土地的人民和同在。所以接下来呢，跟大家分享一首歌，就是讲到上帝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他爱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的爱。愿今天每一个人也在这里感受到神的爱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。谢谢。Thank you.
Christmas.